你凭这个信的话，那个忏悔就根本就是连他动都没动。这是我们要了解的。又说五相啊，虽是当感现清一说，能令所以挪落切从。下面这个五样东西，就是一点很轻微的，本来现身就可以受到，那最轻微的就可以感到挪落切有情地狱，这个不得了的可怕，那是不得了的可怕。哪怎样呢？为重于痴，这是第一个啊。所以真正的重于痴，第一件事情正对着的就是什么呢？正知见。所以我们尽管没有等到正知见，当我自己觉得哎呀我是错的，你有这个的话，这个愚痴就绝对不会重。真正重于痴的人呢，他自己总觉得自己对的啊，总为自己辩护。这个实际上呢，这种心情，这个本身就是个愚痴的现象。他善根微薄，恶念有重，不起罪悔，先无善心，这个五样东西很清楚很明白。对自己任何一点点事情啊，要啊随时晓得错了错了。所以啊，本人一开始学的时候就告诉我们，断三气啊，具六相。六相第一个我们要了解，我们在常也无明当中，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啊。然后呢，具善行等等啊，这个就尤其对我们目前来说，真正的啊，是到了这个地方还没有善行的话，真是如若宝山空手而回呀！啊，尤其是末法的时候，在这种支离破碎的环境当中，更是你最容易积福积德的地方。所以当时我跑得来，别人一看那个支离破碎啊，觉得一塌糊涂。有人可能告诉我：“哎呦，某人呐，这个地方你怎么能去啊？”我以前要是也是一样，我一看到好赶快走。那我现在恰恰相反，一看哎呀这么个大肥，我天哪，像我这样差劲一点用场都没有的人了，就跑到这个地方了，我多少做一点了，马上现出功效来了嘛。这个很千真万确的事实啊。实际上我在这里没做什么，都是你们做的，你们有没有发现呢？那没多久，前后这一个月你去看看啊，这么好啊，这样。所以的的确确的是跑到这个地方了，是居然还没有善心，那个东西是真实啊，好可惜。我们现在的地方啊，是不是你懂得了要造恶都不大容易，要造善呢，随时到处都是，到处都是啊。这个五点呢、啊、我们了解。故说轻微啊，是指智者。什么叫轻？就是有智慧的人能悔前世。第一个啊，我们犯夫一定有错的，但是做错了马上懊悔忏悔，哎呀我有错了啊，不要去保护他，保护他你就完了。然后呢，防护后果，以后的千万注意，哎呀，不要再犯，不常诸恶，对恶的事情啊，拿出来发怒，勤修善法，诸恶对治，这是这些事情。若不修持，妄前为之，由亲民们知而故犯，是为由众。哎，他现在不如此，妄前，前是前跨，还自己觉得我很懂。这个怎么不懂啊？我都知道，哎，不但是啊，什么小乘的东西啊，我都了解；我大乘的唯识、纵观，我都懂。对不起，如果说你真的形象对了，那当然了不起；如果说这嘴巴上面懂，像刚才这种心理的话，那就害了。这种情况是妄前为智，还轻蔑闷，知而故行啊，是为有众。自为有众，所以在这个地方不是看你有多少学问，讲的多少好听啊，正是看你的行持。其实不但是我们呢，我还记得我们中国一个孔老夫子门下一个典型的公案，子张啊，那是一个能说善道的人，哎，脑筋很聪明啊。孔老夫子怎么讲啊？他说以前呢、啊，人家怎么讲啊，我就相信他。现在人家怎么讲啊，我不先要看看他的行为啊，为什么这样啊，于改是于就是啊，在于就纸张。所以说我啊，因为看见了纸张以后啊，就改了。纸张这个人呢、啊、或者个讲起话来讲得非常好听啊，脑筋非常聪明啊，可是你看他的行持啊，对不起，我看见了这个人以后啊，我不听他的话，想看看他的行为。非常简单，这是别人来看你，我们自己修行啊，自己看自己啊，再清楚不过，非常清楚。
啊，是这一点了，我们要了解啊，我们要晓得我们的愚痴，努力改善，对。然后呢，自己啊，自己以为觉得我很懂啊，懂得很多佛法，你错。乃至于你觉得人家看不见，更错。这是啥？由重，前面那个已经够重了，这个地方是更重。宝蕴经一说，三切所有一切有情皆入大乘，去冷王位。可以登诸器等大海，诸如须弥供养佛塔，其佛不及出家菩萨与孝登之徒有志，持供塔前所得福的百分之一。好，下面引经上面，所有三千大千世界一切有情，通通如大乘。注意哦，刚才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大乘这个形象是不可思议哦。因为任何一个人，他一旦属于入大乘，入大乘的门是发菩提心，一发菩提心，他那个心跟法界相应的，法界相应的，不要说是登地的菩萨，就是发了这样的心，不要说发了真正已经发了世俗的心，大家还记得那个沙弥跟这个罗汉的公案吧？一个小沙弥，一个真的罗汉，他都是说，哎，我可是要学大乘，哈，那个真的罗汉的一个圣果啊。马上恭恭敬敬的把他的恭敬拿下来说，啊，你请前面坐。过了一下，那个小沙弥想，啊，这菩萨真不简单呐，我还是跟我的师父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学。那个罗汉是有神通的，马上叫那个小沙弥来来来，那个包裹你背，跟着我后头。现在我们不要说真罗汉了，那至于连他这个界相自己都摸不清楚啊。这样，所以这个地方说啊，善切一切大有情如大乘，还具冷旺位，然后呢，以什么？以登诸如大海，哇，诸如须弥，这都是世间最亮的供养这个佛塔。这个佛的之大是不得了，不得了的大。第一个，这个里边呢，能供养的心，它是个大乘的，单单这个就不得了的大。所供养的物，啊，所供养的东西，而且大海水，像须弥山。然后供养的对象，它不是供养一个蚂蚁，供养佛塔，三样东西，每一样东西都是这么个大，嘿嘿。下面你看呀，其佛不及出家菩萨，同样的，他还是个菩萨，是个大乘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心本身是一样的，但是呢，不同的一个出家，他什么一小灯柱，小小的灯柱，一点油脂拿着来供养这个佛塔，所供的对象是一样的，他那个福德啊。前面这个在家人呢、啊，比之那个出家人呢、啊，百分之一。所以吃到这地方呢，我们不要害怕啊。出家固然你做错了非常可怕，可做对了啊，那不得了，这不得了。以后会特别告诉我们的。所以这件衣服的殊胜呐、啊，真殊胜呐、啊。啊，尽管现在说我做不到，我心里一直高兴，我还是觉得最高兴的披这件衣服，也拼命要做好它，这个功德是不得了的。始终以乐，下面说为菩提心，即其以福田俱无差别。换叫三人当中两人是一样的，你发的心是一样的，所供的对象是一样的，但是呀，物也没有差别，三人完全一样的，却是什么所依门，就是一个是出了家，一个。在家人属异列即为民间呐，看见没有？那为什么这个出家有这么大的功德呢？这个也说一下。这件衣服是什么？三世诸佛清净床像，对吧？记得吗？三世诸佛的清净床像啊，这个是跟法界相应的量啊，就这样啊。这样，所以前面那个菩萨他是发了大乘，他是什么啊？他并没有证得佛果啊，他虽然大呀，就是圣洁心地道，但是这个清净床像可是佛的果位上的东西哦。那这个真正的宝贝的可贵的地方就是如此啊。所以同样你了解了这一点的话，是不管他小乘大乘，乃至于地藏经上面说他末法的时候破戒比丘，十恶不赦诸种种坏事，他这件衣服一穿，你把他看成佛，你就有这样的功德。哎，这个本身这个清净床像，
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呢，然后说四种过那个就很容易避免掉了，自赞慧它很容易避免掉了。你了解的什么？我要修修佛法，对，你要修修佛法，要跟着佛，然后呢，这个清净床相，清净床相你恭敬他，就是你的嘛。他自己乱来，那是他的事情嘛。假定的时候，你正是一个大乘行者，你赶快努力将来救他，这是你的事情啊。如果是你只管你自己的话，那你去捡。赶快把你修持你自己，这是你自己的事情啊，他的好不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很明白的道理吗？这个正知见啊，所以你了解了修行，对对就就非常容易继续下去，又是道理，这无离你与有离你，同时有中聚一聚而聚三自身，修行道是显然厚厚教于前前，进去又深。哦，由于上面的我们了解了，你有没有律尼跟没有律尼就差的很大，有律尼就是戒，可是这个律尼的啊有七种，是吧？禁事、禁住两种，一个就是五戒，一个是八关斋戒，然后呢出家一共有五类，沙弥、沙弥尼、奢磋摩罗尼，然后呢比丘、比丘尼这个，啊，然后呢除了这个以外，根本的是什么？根本的是比丘，这个是最主要的。比丘上头的话呢，比丘是别解脱，然后呢是散发戒，然后呢饶益有情戒，这个三种。还有一个呢就是普通一般的是比丘，然后呢大乘，然后呢密乘三样啊，总是这个层次，聚一聚二聚三自身，修道的时候啊越厚这个效果越大，换句话说你这个律尼越大，那么进取的时候越大，这是所以我告诉你们的啊，现在对于这个南北禅当中，你们千万不要妄加是非。我这地方想到有个公案，阿底峡政策，这个是大家所了解的啊。他在印度当年的时候啊，那真是不得了，18部封为宗主，任何一部，换句话说，在任何一部，不管大乘也好，小乘也好，信众也好，相众也好，有部也好，一切有，所以一切有部也好，大众部也好，啊，真正的论理论。他最清楚真正的修持大最高明，所以他后来到了西藏去了，不但是其他的大乘的人要去请教，请教他小乘的人，有一次有两个比丘，这两个比丘啊持那个十二头毒行持得非常圆满，哦哟，要小乘而持头毒行持得圆满的话，这个戒律的严明啊可想而知啊。那么那次啊就请教了阿底峡政策，还是有问题啊，还是有问题，那么请教阿底峡政策，阿底峡政策给他说啊，他说的非常欢喜，这个问题解决了。最后说完了以后啊，阿底峡政策把圣大乘的道理给他说，跟他说了以后啊，他就不愿意听啊，说阿底峡政策政策啊政策，阿底峡就是最珍贵的称呼啊，这个话你不要说不要说，我听了我觉得害怕，这个话我听不进，这样阿底峡政策怎么后来走了以后就说，可惜啊，像这么两个人他持戒能够持得这么圆满啊，稀有难能可贵啊，但是单单凭这个啊无其所至，他说了，你们自己看了阿底这个政策传说得很清楚，他单单这个东西没用，这个没有用啊，我们不要误解哦，不要误解哦，这个没有用是在正果那点上来说，像这样的人他完了以后一定升天，然后呢升天一定是一再一而再一而再升，不晓得多少次，然后呢这个佛完了以后下来遇见下一个佛正罗汉果，这种典型的例子。阿底峡政策说的无其所至，说他本来他上面说的很清楚的，他本来叫你出家的真正的意义啊，要你解脱，就是如果说你不了解这个佛法的特质的话，尽管你做的这么好，对不起，这一生你不能解脱。这个是我这个地方的特别说明一下啊，以后你们处处碰见这地方啊要注意啊。总之啊，我们呢第一件事情啊，最重要的要想办法对这个圆满的教法有正确的认识啊，然后呢到那个时候才有机会就如理行持，现在这地方就处处地方告诉我们这些，我们呢从正面反面啊，反面来说吃力，我们不要做坏事，正面来说，吃力我们呢，啊，吃法好要性，
不要怕，好好的努力去做，好好的努力去做。所以经上面告诉我们呢，所以尤其是末法的时候，如果你能够认真哪怕吃一个血醋的话，这功德无量无边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为什么呢？所以功德是什么叫做功德？就是你做了这件事情，那留下来对大家有善的好的果报的影响的，这个叫做功德。所以这个布施得到的功德是怎么样的原则上面说，比如说你送一个铜钱送给别人，然后呢他那个钱摆在那里的话，这个功德不一定得到，他拿到那个钱然后就买了吃饱，吃饱了肚子，那个时候你的功德就得到，这样的。现在你做了一件事情，如果做了一件事情，你这个影响力量在时间产生的影响量，这个功德就得到。假定我们现在很认真的去做，在正法的时候像我们这样去做的话，你做的再好，对不起，都是这个佛菩萨啊，再不然的话都是这个罗汉圣哉，那你跑的就做对了有什么用啊？还跟着后面都跟不上了。就现在呢，那个时候啊，已经想法已经没有了，大家都支离破碎。尽管你是个凡夫，你稍微认真做一点的话，哦，大家觉得哦，原来这个佛法是这个样的，那个留下来世间的影响是不可思议啊！这样，所以经上说的千真万确。千真万确，所以你末法的时候，你只要认真做一点点，就有这么大的大功德在。所以我们把握住这一点的话，我们不要怕，在心里面就怀着惭愧，不要怕而说哎，然后我做对了，那心里面就已经错了，这心里面怀着惭愧，然后认真去做，我能做到多少就算多少，你做到一点点，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，这个功德就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这一点呢，这说到这地方，特别。对我们的一种最好的策略，最好的策略，继续下去。如住在家修四等时，受持斋戒律尼而修，于无论你所修善根事业大小已经明显。你不要说出家，同样在家人啊，你受了戒跟不受戒就不一样。所以现在有的人说，哎呀，你只要做好事嘛就好了，你何必去啊举行那个仪式啊，好像也不义也不要啊，那个持戒也不要，说得清清楚楚。皈依跟不皈依，同样做一个善事，就差得天差地远。然后呢，你同样的持那个戒，你受了这个戒去持，跟不受戒又差得天差地远。就这样啊，的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后面还会详细的说明，后面还会详细的说明。自发犯戒经说，教诸十人居十不善，近百岁中恒无见缺属戒中我，若有必求毁坏思路，先尝复生，今一日夜受用心思不善戒度，亦有一时有其属于门中罪恶的道。前面讲的是好的，好的固然好的不得了，现在呢下面这个经上面告诉我们是坏的，说现在做一个比较，说世间人呐、啊，举十不善，换句话说十恶，我们常常说你这个人十恶不赦，那可像是这种人呐、啊，坏到绝点。换句话说，这个坏到绝点的人呐、啊，他经过一百年，哎，那个时间也长得不得了，而且呢，恒无间缺，一百年当中从来没停过。现在我们再坏的坏事啊，有的时候还做做好事了。他现在这个人呐、啊。十恶不赦，一百年当中从来没停过，做这么大的坏事情，这个罪不晓得多大。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是个出家人毁坏思路，犯了戒，先掌佛身，就是披着这件衣服，你只要一天一夜，你没做坏事，没做这么大坏事，就是你犯了一点的戒，受用心思不善戒度啊。啊，就是施主来的，你抱着就吃，啊，然后呢，这个罪不晓得大多少，所以啊，对这一点呢、啊，我自己常常啊，深深的警惕，啊，以前呢，我犯了个大毛病，总觉得，哎呦，出了家，哎，那个心思嘛，当然了，我出了家嘛，他该供养你的，哪里有这种事情啊？哪里这种事情，该供养是他的事情啊，你出了家，该什么？该如法行持，这个是出了家该做的事情啊。啊，如果出了家了，穿了件衣服，看看我该什么？该持戒，战战兢兢。他送来那他的事情了，这个我们要弄得很清楚啊。
然后呢，我自己是不是跟他相应啊？然后所以吃的时候啊，道宣的主告诉我们的，对视心智，一面吃一面想啊，吃一口想一口，我跟这个相应吗？这样才对呀、啊，啊，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地方，啊，应该注意的地方，分辨阿基姆夜运，这个就戒经上面是，您吞热气丸呐，猛咽即苦味，不宜犯戒身受用国人食。就算吞热气丸，不要犯戒吃人家东西，因为吞热气丸最终你把它这一生毁掉了，死掉了你就死掉了。如果你犯了戒去吃的话，哇，那眼前受用蛮快乐的，将来到地狱里边啊，阳通热气啊。那岂止一趟的热气丸呢？现在吃了一趟热气丸你就吃死了，到了这个地狱里面，这个热气丸一直在你偏偏还不死啊，你愿意受哪一个？我、哦、当然愿意现在这个气丸死掉了就算了算了，这非常清楚非常明白。痛说犯戒戒缓血处，登巴仁波切云，教诸正法数计罪恶十种不善，是极少恶现见十二啊，总之一句话来说，就是这个意思指什么呢？前面说就是犯戒，还有个缓血处，注意要。现在我们堂堂有这个说叫惩戒，有一种叫拒戒，有一种呢叫惩戒解患，有一种叫做惩患解戒，有一种呢惩戒拒缓。这个道理简单的说一下，戒就是戒。啊，我们说的戒，不过我们这个戒也有个了解啊，这个戒不是说单单戒相啊，戒的内容一定法体形象，你了解这个戒为什么这样子，然后呢你受戒的时候一道怎么样才跟戒相得到戒体，得到了戒体当中，内心当中应该有什么的正确的意念，是自尽其意，然后呢自然呢心里面的行为跟它相应，心理行为相应了以后，然后呢这个戒相流露于外。可是我们刚出学的时候的的确确不可能呢、啊、完完全全学会，做任何事情都是如此的，绝对不是你完全学会了来做，你一面做一面在学，那么我们学戒也是如此。所以正规的学戒，现在你了解一点，然后你有个好药心，然后你就出家，出了家以后呢是第一件事情啊，在相上面，因为这是容易学啊，所以一定要有前人指导，所以一定要五年医治那个善知识啊，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善知识前人告诉你这个不可以，你就不要做，心里想哎呀对呀，我现在不懂的，这个该做，虽然你不愿意去做做啊，象限弄好，然后呢照靠着这个环境的保护，然后呢一方面净化自己的罪障，一方面提升自己的力量，进一步的去了解这个戒法的内容，然后呢圆满这个属受的法体，然后再依法起心，那个时候的戒相圆满的时候。所以我们要学的时候要了解这个，正学的时候的确先种内心上你策发你的内心的好药，然后呢进去了以后，那时候啊对法体已经有一个依稀仿佛的概念，有一个强烈的好药性，是正学的时候在戒相上面最重要。可是并不是单单戒相，然后呢在这个里边一步一步真正学的是法体，然后你由体而了解如何去行，那个时候这个形象圆满了，这个那是圆满的时候，这个才真正的戒要。这样这是为什么以道宣列祖这么了不起的人，他听那个戒一定听了20遍，然后我们看阿底峡真智传，他这么了不起一个人，他听那个大毗菩萨一天听了12年，所以他能够开这此番完全了解。然后我们现在学一点东西，人家讲了半天都不懂啊，居然说啊随便的啊剃了个头就是啊我就是，这个就是我们哪太差呀、啊，愚痴相啊，愚痴相啊。所以我提这种事情，无非提醒的说，想到这里说，哎呀好啊，我们赶快要努力啊，这个是戒，什么叫成呢？通常人家成的话是这些人讲道理啊，或者人这些啊在那地方啊学禅，这个是不是真正的内涵是什么？那
那我们要说明的，这样真正学禅的人呢、啊，比如说近代香港来过老和尚，哦，他在任何情况之下要看啊，是什么是你本来面目，啊，是念佛的是谁，他一定要找到那个东西，他全部精神灌注在这个里头，所以他跑到了那个高明寺以后住了三个月，人家问他，哎，某人呐、啊，我们大殿上面供的三尊是什么东西啊？哎呀，对呀。我大殿上供的三尊是什么？他不知道。你说，要我们想象，这不是荒唐吗？他天天上早晚点住了三个月，大殿上供的什么东西都不知道，这个是典型的惩戒的典型的样子哦。他心里面全部精神贯注的，我这个本来面目，换叫本性是什么？一定要找到他。啊，吃饭也是，睡觉也是，打坐也是，任何时候，然后呢，都早晚你拼命的念，念完了以后，他脑筋里说什么？他还说我们现在有吗？不要说啊，三圣殿四万八千里之外一点动，哦，早就晓得了。哦，那个地方啊，人和马路上面什么小心一动啊，那里什么什么什么事情都比我们了解。我们的消息啊，远比新闻记者还要来得灵。这个就算成绩了吗？啊，这个是我们要了解啊。所以啊，古来的人他的确不管是成哪一个界，他有成就的。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话，你拼命去接都连到两个一个都接不起来，这是我特别把那个重要的内涵要说明一下。所以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了解了这一点呢，有一个好处，然后我们心里面去惭愧，说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至少我现在有幸出生的善根，我要努力向上。嗯，这样你能够这样去做啊，看看的勉强可以爬得上去。下面就应那个大祖师告诉我们这个话，哎，说啊，依照正法起的罪啊，这个算十恶 啊那算起来很少很少一点点。嗯，眼前的确是如此。嗯，这个第二，属依的门有大力量。第三，有施我们，下面说施有情众正法布施，供养佛众正行供养，叫做财施，财物供养最为超神，施施一列，余皆应之。这我们了解，你所做的事情啊，事情，比如说我们供养也好，布施也好，然后你布施什么最好？正法布施最好，然后供养中的正行供养，这是对我们来出家同修来说最好的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啊，常常觉得，哎呀，我们现在要造大庙啊。在家人这个非常了不起，出家人不必忙这个事情，出家人不必忙这个事情啊！不要说啊，你弄了很多钱这件事情呢、啊，人家来送上来，这个好，这是你所生的福报。你现在到最后动脑筋这件事情，千万办不得，千万做不得啊！这个心里面呢，远远拿掉，千真万确重要的，没钱没关系，这是你干什么？哎，你呀、啊。可是生平道不平哦，那是你正行供养哦，这是最大的供养，后面还说得清清楚楚的。如果说你求这个钱呢、啊、不相应的话，你再大的三千大金子就要被你求来了以后，你只有下地狱的份，对不起。所以我们真正的供养当中是正行供养，如法修行供养，这是最重要的，这是最大，此是一例，你依此类推，我们就了解了。意乐啊，那就是我们三轮当中的啊，前面这个一个事是对象，意乐就是我们的内心。宝云经说，叫三千皆一切有情，各见佛塔量等须弥，欲赐诸塔佛经伪成沙数之界，以一切种可供养事成事供养。先看看这个经上的，是经上的说明了这件事情，这正确性千真万确。